公园昨日正式启用，市长鲁明哲将中立打造为城市艺廊，让每座公园都是艺术品，每个公共建筑都是艺术雕像。这个公园成立它的那个困难度，今天非常高兴，是我们中立市白马公园的落成启用典礼，也是我们一直提出来希望打造中立市成为一个城市艺廊。相信长辈走在城市中间，看到了每一个公园就是一幅画，看到了每一个公有建筑物都有它的一个像一个雕塑品。那今天白马公园是第一个落成的公园，是我们这个区块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花园。在这里我要特别谢谢国产局，原本一个杂草丛生的一个这个空地啊，让我们托管。那也谢谢我们邱医生、邱医长跟这个吴县长给我们经费的支持，让我们在短短的两个月就把这样的一个荒地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公园。未来我们明年将近有四五个各式的绿地公园啊会陆续完成，我们也希望让中立的市民有更多的绿地可以来休憩，这是我们的愿景，谢谢。